钟声唤醒了整座山，山水树木，山里生活和修行的人们，唤醒了一切有情众生。现在的峨眉山，大大小小的比丘和比丘尼寺院30多座，从山脚到山顶，他们分布在峨眉山的各个角落。目前有近400位僧人在峨眉山修行和学习，同时也为来往香客答疑解惑。在伏虎寺出家的比丘尼真然，每天做完早课就来到这座珍贵的塔前做清洁，开始他在寺院的工作。我家 我外婆是信仰佛教的，但她是很正信的那种，不是一般的信仰。我们家有很多佛教方面的书籍，我觉得这些书里面都透着我在其他学科里面找不到的一种智慧。我觉得从宗教意义来说呢，佛教的智慧更是一种博大精深吧，所以说我就愿意把我自己给奉献到佛教里面。这里有令人心驰神往的风景，一花一草是风景，穿着打扮是风景，风情婉转的成都画是风景，时尚精致并不乏闲情逸致的慢生活也是不多见的风景。33岁的马达是一个证券交易所的经济分析师，金融市场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瞬息万变的行情变化就意味着财富的得失。和许许多多生活在城市的青年一样，工作的压力需要每个人自己去承受。每当夜幕降临，经过了一天喧闹繁忙的工作，成都人喜欢以这样的休闲方式来排遣和释放压力。独步天下的茶馆文化俨然形成了这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标志之一。马达的妻子杨丽是自由职业者，这几年一直在家炒股。在旁人的眼中，他们与当今中国的许多白领一族并无二致，但他们自己却有着一份独特的生活。他们俩养了一只会说话的辽哥，辽哥的名字叫青青。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啊，给观音菩萨拿花来呀！我给你拿花来，我给你拿花来呀！我给你拿花来呀！哎呦，乖乖乖乖乖，你很好，天大人要说你好哈，要有礼貌。你好，你好，你好，乖乖乖，叔叔，叔叔。咋子你跟我一样卡住了是吧？前期我们养了5年了，原来他不会说这些，不会说这个观音菩萨什么这些，然后就是到了那个你好到了伏虎寺之后，然后就是很多那个居士婆婆啊，还有一些香客啊，那些就教他说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哦，他也跟着学了。真然高中毕业以后，因为对佛学的崇敬，毅然选择了剃度出家的道路。出家后的真然考取了佛学院，对佛教经典《华严经》进行了系统学习，并取得了佛学硕士学位。回到峨眉山伏虎寺后，真然更加投入于佛教的学习中。他的愿望是希望通过自己学到的知识
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佛教的关怀。这个是我就是说在峨眉山出家这么多年，而也对这种生命的感悟啊，峨眉山的一些自然景观给我的一些生命的体会吧。你比如说像春天来了，走到外面去，看到树的葱郁是它的生命形式，花的艳丽是其生命形式，鸟的飞翔是一种生命形式，鱼的畅游是一种生命形式，圣人的生命形式是超越，凡人的生命形式是被束缚，而我徘徊在是与出世的边缘，叩问生命的真意，我的生命形式将又是怎样的一种？也许是离成都的文殊院不远，五年前马达和杨丽在偶然的一次烧香许愿过后，也许是佛缘的关系，让他们聆听到了佛法的声音。大家在学佛法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有这个观念，佛法是干什么的？所以我跟你们讲一个我个人的看法，佛教是研究什么的？佛教是研究人的，研究你这个人心的，要把你这个人心给研究透了，看透了，并且最后啊，要想办法解决你这个人心的问题。成佛是干什么？就是转变你这个人心嘛。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多少年来一直为生活奔忙，难以放下匆忙的脚步，也没有时间认真地思考过生命的意义。当有一个声音告诉他，学会放下，才会自在的时候，马达和杨丽决定去佛法里找寻生命的答案。峨眉山距离成都不远，对于已经皈依佛教的马达夫妇来说，到峨眉山不仅可以学习佛法，还可以放松身心，因此一旦有了空闲，他们就收拾行装到峨眉山的寺院小住一段时间。出成都往北150多公里便来到了峨眉山，马达夫妇和真然法师就结识在峨眉山下的伏虎寺。伏虎寺是峨眉山最神圣的寺庙之一，清朝康熙皇帝继位以后曾秘密前往峨眉山伏虎寺，为探究父亲顺治皇帝遁入空门的谜底，康熙与伏虎寺结下了不解之缘。密林中的伏虎寺终年绿阴掩映，纤尘不染。在探访完伏虎寺之后，康熙皇帝亲题离垢园。在伏虎寺里，马达夫妇从真然法师这里第一次听到了普贤行愿品。我觉得现代的人我们要学会的一个方法就是要释放自己的压力，不管怎么学佛的话不管是多少年，但是烦恼还是你的烦恼，你没有学习到真正的佛法的精髓，就是他的智慧的话，去解决跟对治你的烦恼的话，你就得不到这颗欢喜心。可是这个欢喜心呢，它是从平常心来的，因为平常心是一颗无所求的心，就像我们世俗上面来说人道无求品质高，平常心就也就是一颗知足的心。在真然法师的建议下，马达夫妇决定去参拜峨眉山的各个寺院，去了解普贤菩萨思想的真谛。如月印千江，一勺一滴无不见月，似春来大地，一草一木莫不逢春。天上有一个月亮，
无论是江河、湖泽，还是一滴水珠，都有了无数个月亮，它们都源自同一个月亮，却又化身千万，为人世带来光明。春天来了，一草一木都沐浴其中，哪怕是一株小小的野草。这是形容普贤菩萨随缘感化，无处不在。马达和杨丽来到了位于峨眉山凤凰坪下的报国寺。寺院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原是山中第一大寺。在这里，他们聆听法师阐释普贤十愿的意义。普贤十大愿就告诉了我们成佛的一个历程：一者离境诸佛。我们很多时候要想别人来尊重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可是我们有多少时候去尊重他人？那么就是我们所谈的佛啊，佛在哪里？佛就在人世间，我们周围的所有的众生皆是佛。二者称赞如来，这就是赞扬他人。第三是广修供养。那么从佛教的角度来说，为什么我们要供养啊？娑婆世界当中，我们不知道谁是菩萨，谁是罗汉，谁是众生，但更不知道谁是佛，因为我们被无明所蒙蔽，造了众多的烦恼所遮蔽。正因为如此，我们不知道，所以说我们才广修供养，普通供养，无论他是菩萨也好，罗汉也好，还是佛也好，还是众生也好，我们都有一颗平等的心去面对。清音阁寺庙虽小，但因为地势险要，依山势而建，又有山水环绕，被誉为峨眉山自然风景最美的一座寺院。来到这里，潺潺流水声不绝于耳，让人充分感受到自然之美。清音阁它有这两条河经过嘛，然后这个白龙江、黑龙江经过，然后在这里汇合，然后在这里下面是流星亭，汇合而发出的声音很美，对，是很美。听说喝茶能排毒，那我打个比方，忏悔业障是不是跟排毒有也有关系？我们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也是需要打扫和排毒的。佛教认为众生由于不觉悟，所以其身心活动会形成一种叫业的东西，不能自动消除，从而造成恶果。只有当着众人的面把自己的过错说出来，或者在诸佛面前诚心忏悔，恢复清净本性，也可能说这就是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排毒吧。听了法师的解释，马达和杨丽了解到有情众生所有的烦恼和痛苦都源于贪嗔痴，佛法以戒定慧来对治众生的贪嗔痴，只有深刻的反省忏悔，才能真正的改过自省。我们有固执非常坚固的这种我见啊，我执，我们不正确的知见，这些都是我们的业障啊。这个业障存在了，这个障碍，所谓业力的障碍，这个障碍存在，你始终你这个交通就高速公路一样，你不通畅的嘛，是不是？不能有序的这个进行，所以说这个忏悔业障是一个前提啊。在对寺院的探访过程中，马达和杨丽还知道了普贤行愿的第五愿随喜功德，就是说一个信佛的人，他看见别人做了有功德的好事，不但不会心生嫉妒，
反而就像自己做了好事一样欢喜，不止自己心生欢喜，还要努力去成就那些做功德好事的人。忏悔业障，是认识自己的罪过并发誓改正；随喜功德，是认识别人的善并由衷认同，都是通过行为和实践对自己心灵的净化。我们学佛的话，我们就要学他的大的智慧，这种大智慧所流露出来的是一种大爱、博爱，不是我们拘泥于小小的这种，很执着，有带有执着心的这种爱。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不明白生命的真意去生活的话，即使物质上再丰裕，但是我们自己觉得还是有空虚的一个层面，那就是精神上的。普贤行愿，行之所以难，是因为难在坚定的信念上，同时也难在正确的认识上。世间生活因为无常而变化万千，因为有我执会长生妄念，但若有坚定的信念，难行也能行。远离城市的喧闹，能在这儿好像能心跟那个心能，我们能对话的那种感觉，很宁静，很宁静，很宁静，对，很愉悦的那种，对，很轻松。你宁静了，你人好像想问题就要想得清楚透彻一点。对对对，你看梁漱溟先生这句话说得多好，用佛家的思想指导我们儒家的生活。佛法可以融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对对，真的是无处不在。你要是领悟了这一点啊，就很快乐了。普贤行愿法界宽，处处皆是一片天。对，实际上生活中也是修行。嗯，你把每一件工作做好了，也是修佛。嗯，我觉得普贤菩萨就是讲究实践，讲究落实在行动上。行动上，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大多时候就是说很容易说，对，不管是包括学佛也好，工作也好。就生活也好，就像看书一样，对对对，哎，看到这，哎，真的不错，我们应该这么做。对对对，但是好了，书一合上，待会儿一下又把这些忘掉了。对对对，真的应该落出到实际上面去。是是是。来到峨眉山六大古寺之一的万年寺，马达和杨丽听法师讲解了请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的含义。就是在每个人的生活中，用自己的语言、行动和思想传播佛法，弘扬佛法。我想把它坚持住了，是大愿望，利益众生。《法华经》里说那个手机上，大和尚小接触皆功成佛，造成吧。对，你和到时候不想要修不下，说法修不下恨，就是恨，就是持戒，念佛用功不间断，只要修不下恨。普贤行愿的第九大愿，恒顺众生，充分体现了佛教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对于一切众生，不管差别，都要如敬父母，如奉师长，令众生欢喜，也就是令如来欢喜。我们现在呢，已经到达了金顶，在普贤菩萨的十大愿里面，最后一愿我们就是要普皆回向。为什么要普皆回向呢？因为我们要发普贤菩萨这样子的大愿，把我们所有的功德都回向给天下芸芸的众生，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成佛，这样子就能够脱离这种烦恼，证得真实的如来智慧。修行过程当中，回向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它也体现了我们的慈悲利益精神。因为有了大的慈悲，才有大的智慧，智慧的心性都是从慈悲中来。
最后来到位于峨眉山脚下的大佛禅院，原名大佛寺，它始建于明朝万历37年。几百年来，几经战争洗礼，大佛寺已无昔日的辉煌。1996年，大佛寺改名为大佛禅院，开始重建。整个禅院的布局分为三个部分：北为朝拜区，中为园林区，南为文化教育区。按照佛教佛法僧的理念，大佛禅院正好比是普贤菩萨道场的脚，是僧的象征，因此也是弘扬佛教文化和培养人才的中心。在永寿方丈引导下，马达和杨丽参观了这座宏伟的禅院。我们这个大雄宝殿呢，在佛教里边都是最高规格的殿堂建筑。但是普贤殿呢，因为我们上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普贤殿它都是我们整个大佛禅院建筑群这个坐标的交汇点。它这个建筑的造型从外边来看就是普贤菩萨的帽子。为什么建这么大一个寺院，就是把它作为教育和文化的平台。从内部的大抓教育，就是培养一批这种跨时代的有正知正见有正信正行的新一代佛教人才。从另一个层面来说，需要加大对在家两众就是佛弟子培训，所以要做到这些，我们不管办教育也好，大办培训也好，就是为了最终它的罗聚点啊，它的关注点呢，就是对人类对大众的心灵关怀和终极关怀。有的人舍小爱为大爱，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佛教事业。正所谓修行无处不在，有的人带着一颗修行精进的心回到那个原本属于他们的生活，他们会有所不同吗？生活会因此而改变吗？也许我们不知道答案，但生活会随着时间的移动把谜底写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现在在他们周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学习佛法，有时间坐在一起交流心得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遇到人生的快乐，那就我觉得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包括其他玩的什么的，我也觉得我也走不下去，因为这条路走下去就是一个不停的这是死路，我就感觉不对，我不能从这方面寻找问题。那后来为什么就是说郭志远问我为什么我发现了，就是说从佛法上能找到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因为慢慢的通过这种就是说朋友介绍阅读这种经典经文，其实发现书上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原来是很浮躁的，就是每天的涨跌都把你折磨得很厉害，整天就感觉涨了是天堂，跌了是地狱。对，贪嗔痴慢疑，在股市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觉得应该学佛，调整自己的心嘛。我觉得这个佛教啊，的确是就是宇宙的一个终极智慧，确实就是说能够解决我们对这个宇宙、世界、社会、人生还有自己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一个科学的看法。就是我学了佛教之后就觉得逐渐的好像洞悉了这个一些奥秘，宇宙啊人生的一些奥秘，然后在这个看事物啊做事啊这一方面就觉得心里更有力量。像普贤菩萨那样在生活中工作上脚踏实地的去做事情，
日行一善，就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尽量去微笑，给别人带来一种好的心情。在佛教的智慧里，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悟到了什么？我们知道，在这个日益喧嚣和多元化的时代和世界中，还有这样一种人，还有这样一种方式，在寻求正实、正见、正信与正行，去叩开通向自在和无碍的